样，大土大海的能量跟星空大乐的能量一起用才厉害，对不对？你加在一起，结果它就是综合，水火共济，黄美入金，对不对？金者属火，对不对？这事情，我们说男女都一样，心有灵会有力不足的现象，有没有？心有灵，我们说有余的话，用黄美是不是大土？不足的话，就是肾不足嘛，那我是不是？那结果让他心的水火互相能够帮助。我一直强调一件事，你看一个锅子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只有火，你跟没有水也不行，所以水火就要互相帮助，叫做水火共济，要达成阴阳调和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厉害。哎，我们说阴阳调和还有一件事情。